在内室中与主亲密，在晚祷里进入安息。每天5分钟，与你相约内室晚祷。期待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。以西结书18章30节。神借先知提醒选民，因恶行败亡受审，因悔改免除。神不希望人败亡被审，但人必因自己的罪恶败亡受审。人所遭遇的不是偶然，虽然不都是因为罪恶，但大多和罪恶有关。神期待人的悔改，他不愿人败亡受审。要反省自己，是不是正在罪恶之中。神啊，审判罪恶是你不愿意的，你希望我活在圣洁中，不是罪恶里。神啊，求你随时提醒我，免得我落在罪恶之中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用诚实的心灵向你敬拜，以圣洁的创世向你赞美，用美妙的音符向你高歌，激励每一颗等候的心。诚实的心灵向你敬拜，以圣洁的装饰